大家好，我是周公。那最近呢，抖音群里边有几个老铁一直想要个飞面的红程序模板。那之前周公也发过这个程序，然后呢，可能太模糊吧，他们看不清楚。那过两天呢，我就以文字的形式发到抖音群里，两天后发到抖音群里，进主页这里就能看到抖音群的入口。那如果有需要的老铁可以提前建，那这个模板也是一样意思，你就改这里长宽也改就可以了，转速啊、进轨啊、刹刀进轨、切削进轨都可以改。那然后呢，这个从这里仅9到仅13这里你就不要去动它了啊，这里就不要去动它了，其他的你照抄进去也可以了，到时候就以文字的形式发到抖音群里面，你们复制粘贴就可以了。好，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那新刷到周公视频的老铁可以进主页看一下，谢谢你们的小爱心。